一旦步入了礼堂，就能真正的幸福吗？请问新郎，你有多爱你的新娘？我疯狂的爱她。江金花放弃了大好前程，与挚爱共组了甜蜜家庭。我看起来很胖吗？即使变成人人口中的欧巴桑，也毫无怨言。什么？去旅馆？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那个女人是谁？是谁？老婆，再相信我一次，原谅我。我要怎么活下去？他要如何面对这岌岌可危的婚姻？11月18号起，晚间6点到8点，加油，欧巴桑，全新2小时。